那您就是说来动一动上肢，主要现在是上肢活动是吧？就上这个是不行。抬不高。别的去年早上还能抬高。现在能抬到哪儿？抬到这儿来。抬不上去啊。那个右手呢？右手没问题哈。说话呢？说话好好的。说话和以前是一样的哈。说都一样。都一样哈。吃饭也好。呼吸呢，本来不能平睡，现在能平睡了。就是吃了那个药以后，是吧？行。现在主要就是左手的功能。就这一块。对。这半个手指都不大。腿呢？腿两条腿没有劲。两条腿没劲。尤其是这。这条腿没劲。上楼呢，简直就不能上。上楼能上几层？只能上到半层。半层，然后是自己上，就是不用搀扶吗？那现在都得搀扶，以前不要。要产妇我得拉着人家使劲上，上不上去，还是上不去。我自己上去那就回了。吃力。行。来，再转一个身儿，再转回去。好。好。好，蹲下。往下去了，蹲下去了，是吗？就只能蹲到那个程度。来，再蹲一下看一下。改善微循环的。好。拿不起来哈。拿不起来。然后就是右手可以帮帮忙。帮忙的话能抬起来吗？能哈。来，用右手拿一下。右手没问题哈，左手拿不起来。自己拧不开哈。太紧了。左手这一点也拿不起来。慢点。不强，不强，不强，没问题。吃饭拿的都好。好，有点憋气。对，走时间长了是不是感觉更厉害一点？走时间长了，就是坐哪里也不行。坐哪都不行。就跟气接不上了。就平时也这样。平时也这样。行。自己能躺吗？有点困难哈。来，这样躺着，两只胳膊往上抬一抬，往上抬，还往上抬，就是抓后边那个床边，都可以抓哈。那只手呢？这个抓不住。抓不住哈。好。来，翻过来。来，两只手，做了这个动作。这样的转一转，翻过来能转吗？翻过来，这个不能是吧？好，可以了，行。站在我这两个手指站，这个转不住，使劲。两条腿一块抬起来，平抬，平伸出来啊！再抬一次，平伸。